番大きな RE002 からの違いというのはパターンデザインと断面形状の違い、これが一つの大きな特徴といいます。最大的不同呢，就是说它在就花纹的设计，还有台面外观的设计上是最大的不同。で今回そのパターンデザインと断面形状を変えた理由は、ドライハンドリングのとウェットハンドリングの両方を向上させることが大きな目的です。那这个新商品改良的目的呢，就是要改良，就是同时要改良干地及湿地的操控性能。ドライとウェットの両方をバランスよく、向上させるための、パターンと形状の変更となります。那花纹跟形状的设计呢，就都是针对这个就是干地及湿地的平衡操控性能为主要目的。ドライハンドリング性能を高めるためにセンターリブを幅広で取っています。でただ単純にセンターリブだけを取ってしまうと、他の性能への影響が出てきてしまうので、真ん中にラグ水を入れることで、ドライとウェットの両方のバランスを取っています。那我们为了改善就是干地的操控性能，所以呢我们中间增加了一个比较宽的中央花纹块。那如果只增加了单纯只增加这样花纹块的话呢，可能会影响我们其他的性能，所以呢为了改善就是干地及湿地的操控性同时都可以改善的话呢，我们还是在那个花纹块上面增加了横向的沟。今回、ショルダーとセンターの、ラグ溝を連結させることで、アドレナリンの特徴である A のマークをかたどった、デザインをセンターの方に適用しています。でこのセンター部分にこれらのラグのデザインを適用することで、よりセンターフィールを高めるようなデザインの特徴としています。这次的设计呢，就是一样是保留了我们 Adrenaline 系列的 A line的花纹设计。那它会把这个 A line 往里面移的原因呢，是因为可以在相较于 I02，我们可以提升它轮胎的中心稳定性的反应。这阵子我试了这款轮胎，它大概就是很适合台湾这种多雨，而且这种尤其南部都是这种暴雨的天气，因为它在下雨的时候，就是它的瞬间排水性很好，然后而在一般就是天晴的时候，它的抓力又很高。一般这种我们有时候光听声音其实就可以知道这个车子的轮胎的抓力好不好，因为一般来说。通常性能越低的轮胎，它过弯的这种乖乖声就越明显，然后越高性能的其实就越没有。那通常都要到极高性能的轮胎就没有这些摩擦乖乖声，那这款轮胎根本就是过弯不会有这些声音，所以说它在过弯很明显就是一个高性能轮胎，但是在平常的时候其实也还蛮安静，然后它的瞬间排水性像。这几天好大雨，我大概都是开高速公路开时速100出头，但是相对来说其他车好像变成慢动作一样，因为大家都就是几乎打全灯，然后开时速60-70还很挣扎，所以说我目前使用的心得我是觉得蛮全方位性的。各位汽车世界的观众朋友大家好，那我们现在人在大鹏湾国际赛车场，今天我们不是来试车，而是应普利司通的邀请来试驾全新的性能台 RE003。 那么我们在赛车场的活动当中呢，分别各体验了002和003各一圈的一个绕行，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有相当显著的一个差异我们感受到。首先我们先体验了002的部分，那么002在弯中的部分可以明显的感受到它一些吵杂的噪音，那
那这也代表了它在轮胎的过弯极限已经到达一个峰值了。那这样的状况其实是会拖累你在弯中的一些速度。那么而在003的部分，一样是在弯中，但是它的一个噪音的表现会获得更好的提升，也就是说它的整个极限是更高的，而且将你有速度的带出弯，那让你的整体的表现会更好。至于在舒适度表现，我觉得这两条轮胎即便他们是性能胎，但是舒适度都已经有一定的水准。那么这是我今天在大鹏湾国际赛车场两圈的体验当中所获得一些小小的心得跟大家分享。今天的介绍到这边，下次再见。